我们今天啊学习的内容是攻守队形的保持。攻守队形的保持在足球比赛当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它是一个队攻守战术能力的一个体现。其次，攻守队形的保持能力的好坏，它对足球比赛的胜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。那么攻守队形的保持包括两个方面，首先是进攻能力的队形的保持，也就是说在攻守转换的时候，由守转攻，要以球为核心迅速散开队形，这其中包括球在中路和两侧的时候怎么来散开，同时还包括球在前场、中场、后场怎么来散开。防守队形的保持是指由攻转守的时候，以球为核心迅速的向有球的方向进行压缩，它也包括球在中路的时候、在两侧的时候和在前场、中场、后场的时候。具体怎么做，我们在练习当中具体的跟大家指出。大家首先学会一下攻守的转换。所谓的攻守转换，就是说在防守的时候收缩，一旦你得到球迅速的散开。具体要求我们再来说。首先我一拿到球，你们变成防守状态，来上来，以他为核心向他这个方向压缩。对了，很好，这就是防守状态。那么下面我变成进攻状态，当他一得到球的时候，以他为核心，所有的队员向所有的场地的方向尽量的拉开。来，你得球，好，拉开到边上去，来向前走，对，尽量拉开，尽量拉开，尽量拉开。对了，来，你到这个位置。对了，你拉开一点，往前站，你是前锋。对了，这就是进攻的状态。进攻的状态要尽量的拉开，让防守队员不好防你们，很好。OK， 下面防守状态开始收缩，很好。进攻状态拉开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现在他以他为核心了，下面以他为核心防守状态，来向他压缩，对，压缩，好，压缩。大家记得前后的距离，前后的距离15米左右，15米左右。对了，当球在一侧的时候，当球在一侧的时候，前后左右人的距离啊，在15米左右，第一条线和最后一条线的距离在40米左右。你们看一下距离够不够？来，你这个距离也短了，稍微往后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很好，要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当球在一侧的时候，另外的2/3的场地给它空出来。你们看一下，空出来没有？1/3的场地，很好。来，过去，以球为核心，来，很好。当球在中路的时候啊，在中路的时候，两侧的空当都空出一部分来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跟着我动，跟着我动。
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对了，这就是防守的状态。下面啊，看，如果是进攻状态的话，球带一侧的时候，来，你拿球，进攻状态，进攻状态，拉开，拉开，对，进来，拉开，拉开，对，好，很好。球在这一侧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啊，靠近外侧的人，给我贴边。哎，你不用了，你站这儿。对了，好，你们那边的人不需要贴边，留一点。为了就是，一旦他丢了球之后，你回防的距离很短，当他转向你们这边的时候，你们再拉向那边。假如说来。你把球给他，OK，你面向那个方向，好，拉开。对，当他要往你这个方向转的时候，来再给。对，好，你面向那个方向，对，给我贴着边，贴边。哦，好球，哎，很好。对了，你那边稍微往这边空一点，对，留一点。留出那半部分，很清楚啊。当球在中间的时候，两侧全部都展开；当球在一侧的时候，那边全部都贴边。当这边的一方留出一部分来，球在那边也是一样的，很好啊。这是进攻的队形。下面啊，我们看看防守队形。来，球给我。这是进攻队形，好，变防守队形，跟着我动，变防守队形，防守队形，好，不动，看看，你的距离远了，你们看看，对了，离他远了，这就是防守队形，防守队形向有球的方向压缩，当球在一侧的时候，空出三分之一。这边啊，压缩，动动，球到中路的时候，两边各留出一部分，再走，交换位置了，顶上来，以球为核心，对啦，很好。再往那边去一点，留三分之一，你们留了二分之一了，对，很好，这就是防守队形的保持，就按这个要求来做啊，很好，好，下面大家听好，现在你们是进攻状态，当你变成防守状态的时候，向有球的方向压缩，大家看好，变防守状态。进攻状态，进攻状态，谁离他最近？好，不动。看一下啊，大家看一下，问题在哪里？你那个同学，往这边压缩。对了，再可以靠近一点，稍微你外侧的可以等一下，里面的稍微往里带，对。左右的距离，哎，很好。当你们变成防守状态的时候，迅速收缩，向有球的方向。好，不接，传，来，到位，到位，不动。对，你拿球不动，看看防守状态，这个位置距离，这个位置上来一点，哎，不要太上了，你离他太近了。对，很好，靠上来，往这个方向压，很好，来，传。对，到位，对持球的，站位，很好，很好。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啊，很好。来，你那个位置再往中间站一点。对，你要跟边后卫要平行，前后，
前后。对了，这就是压缩，很好。来，再来动，你们三个之间可以互相传。站好，保持，保持，保持，停，停。当球到那儿的时候，谁来上？对面的离他最近的人上，上去封堵，不是你，你回到位。对了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来，靠近保护，上来一点保护，不是你，你站这儿。对，你上来保护他。哎，对了，很好，来，再来，靠近，对，对，靠近，就近的，就近的，就近的，上去。来来来，到位到位，快点停。球给他，球给他。他到的时候，对，你靠过来，靠过来，来靠，来再靠过来点，哎，靠过来点，哎，对了，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哪里？左右的距离很好，剩下的问题在哪里？你看，从第一点到你最后一点，距离有多少？要40米左右，你们太近了，没有纵深了。一脚球直接打你们身后去了，往后再一点，中后卫再往后一点，你们这一排再往后一点，对，保持这样一个距离就行了，很好。你们之间可以传，你们找机会给中间的人传啊，来开始，来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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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压缩压缩，可以。好，站着不动。你的位置不要下去了，这个地方有人开，你的位置往中间靠。你，哎哎，不，你往中间靠。对了，保护就行了。然后你靠过来，坚持他。来，你的任务，这个球到了前卫线了，前卫线负责他们。你的任务，压缩空间，然后坚持的外侧的人，明白吧？好，再来传，再传。随便你传，来来到位，对到位，对到位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动动动动，对，动，很好，来上，谁离他最近，来动，对，出去，走走走走，很好很好很好，来上，不动。好，看一下啊，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哪里？就是你们这条线太靠前了，你看持球的人把这个距离压缩的太短了，太短了。我说40米啊，你们压缩的太短了，一条线了变成。来，继续到前锋线上，哎，对对，好，对，跟着动，跟着动。跟着动，好，大家不要抢啊！大家不要抢，对，来丢球了，来，你拿球给他，好，当你拿球的时候，你可以带他，不会抢你啊！大家看一下啊，当他拿球的时候，往前带，带，来退，慢慢退，慢慢退，好，所有的队形，所有的队形，走走。带你的，往前带，往前带，对，退，压，退，退，退，对，停。你的位置退太慢，要跟他保持，对。这是一个整体的队形吗？来，继续带，后卫线，后卫线，退快一点，对，把这个纵深，走，走，走，继续，好，可以传了，来，谁离他最近？对，好。你们可以找这个最前锋的那个位置上传，对，好，站着不动，很好，谁看他离他最近，对了，剩下的两个人怎么办？保护，跟着动，跟着动，对，这才是正确的队形吧。好，继续，来，就近的，就近的，对，不要抢他，
你只要到位就行。你可以往前带，可以往前带，收收收。对，谁离他最近？停，停。来，把你刚才的那个传球，看着啊，这个是前锋线上的人，球到了这位置的时候，谁来管他？后卫线来管，谁离他最近？你要顶吧？好，得等一会儿。来，你看一下啊，来传进来，来你上，对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办？对了，来推他，推他，推推，对，都跟着动，都跟着动，哎，好，再传，想办法再传。来，谁离他最近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对，谁离他最近？对了吗？很好，这个球就下来了。很好，来，把球给他。刚才怎么丢的球啊？你看啊，你在你这个位置，你往他这个位置传。大家看啊，下面就是由防守状态变成进攻状态。来传，你拿球，啊，给球给他。对，这就是变成进攻状态了，怎么做？对，迅速拉开，你不是往前走，你往后，往后拉开。对，纵深要拉开，左右要拉开。对了，这就变成进攻状态了啊！好，下面你们之间可以传一下球，你们就近的，你们可以防一下啊，看看他攻守转换这一下。当传过去丢了球，你们想办法变成防守状态，来传，你可以找同伴传，好到位，好，你也可以带，找同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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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停，看到没？丢球了吧？丢球的时候变成防守状态啊，来开始防守状态，收，对，再跟着球动。动动动，动，对，谁顶他？对了，谁顶他？很好。来，就近的，对，就近的，来，往这个方向移，往这个方向移，来，顶上去。对了，来，走走，你带你的，带你的，带你的，哎，对，来，压缩，往这个方向压缩，好，假装，来，丢球，丢球给他们。你们可以给他们脚下，丢了球，来闪开，变成进攻状态。哎，对了，停，停，这边做得不错，这边做得不错，但是来你这个位置啊，你这位置，什么叫拉开？来往前跑，对，看他给不给，他不给。你拉开就行了，往前要拉开，你看他这空档就大了，给不进去，他可以往这个方向给，拉开就他以球为中心，充分的拉开啊，来跑一个，好，来你看他空间大了吧？好，你们之间传，传不要丢，来往那边转一转，转一转，转一转，来，对了，好，你们的红队可以抢一下球，可以抢他一下球，来抢他一下，你们就传。好，OK，再来，继续，继续传，继续传，红队的抢，抢他一下，对，抢他一下，抢他一下，OK，好，停，变成防守状态，谁离他最近？回去，离他最近的是谁？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要是过来了，那边人就空了，对不对？你上来。好，动，其他人动，只差一个人。哎，对，不要过来防着，来，后面的人上来。对了，变成防守状态，很好，来，倒，开始。好，来，往回带，你往回带，你往回带，走，压压压，快走，停。
你应该追他，这个球是从你这个方向过去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现在这个位置本来是看着他的，你现在绑在最前面了，应该是他来，来，你回到你刚才的位置，对，你带，对了，好，回去带，回去啊，走，退，对，对了，好，倒，来，谁追击？很好。来，好球，走走，最近的，好，不要抢他，退，慢慢退，来，往前带，往前带，往两边给，往两边给，往两边给，来，往前带，带他，慢慢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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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慢慢退。停一下，防守是什么呀？人带上来退，他退的保持距离呀，上去就伸脚，啊，来，在刚才的那个带球，来，好，保持，退退退，好，其他的人看看怎么保持，停。问题在哪里？你那个位置太远了，没有对他形成保护。对了，往中间站一点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好，可以传，来，上来，对，动动，等一会儿把球给他，看看怎么出现的这个问题，来，怎么球传进去的，来顶上来，好，来你刚才跑，看看怎么进去的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应该怎么做？保护着，往中间一收，这条线就没了吗？来，传出去。来，传出去。来，到位，到位，到位。停，停。是你上，不是你那边还有人，就近的人上。好，传。对，就近的人。很好，走，走，来靠过去。好，球停。下面啊，形成转换，怎么来转换？刚才我们是在前锋进行了转换，前卫进行了转换。下面啊，你把一小球传给这个中后卫，然后中后卫拿好球之后，你们变成进，来一脚，来。拿好，好拉开，变成进攻队形。好，你们传，你们来传。红队可以抢一抢他，把球抢下来。对，抢不要丢，你们想办法不要丢，不要丢，不要丢，相互之间传，相互之间传。对，来你们红队，来抢一抢，拉开，拉开，找人传，找人，对，找人传呐。好球，停！把球给他。这球抢下来了吧？来，来，你出去，刚才你的位置，对，好，变成防守状态。刚才你们是进攻状态。来，刚才那一下那个球，你们都在应该在哪？拉开的状态，来，拉开。对，很好。现在啊，球一传。刚才谁传的？来，你传，你球给他。来，你站后面。来，哎哎，你站他后面。来，你一传给他，你们现在进攻状态，尽量拉开。对了，好，传给他，你断他。来，断断断，你让他拿球，让他拿球，让他断你。好，传。来断，好停，进攻状态转换成防守状态，来到位，谁离他最近不动，对了，好来保护，对了，好来转，转，转转快点，转快点拉开，对，来想办法找找前面的人给一给，找前方的人给一给，对前方的，
来，谁停？很好，你们后面的人可以适当的往前压一点啊，后卫线上的人，来，可以找机会往前插，可以找前插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谁停？停！他拿球的时候你还等着看，顶上去。他转过身来，你要保持距离。背身对你的时候，要给我顶上去。来，球再给他。来，再传。按刚才那样传。来，顶上去，帮他转身。停。顶。顶上，他背身对你就给我贴上去。他转过身来了，你留距离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来，贴。对，贴住他。对，逼着他往回走。对了，很好。来，转一转，转一转，转一转。来，再来，可以往前面的人打一打，前面的人打一打。对了，好，停，变成进攻状态，快，快，对，拉开，很好，很好，传，传，传，对，传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集合。刚才我们演练了一下攻防队形的保持，进攻当中主要的要求以球为核心，迅速的闪开。当球在中路的时候，两侧的队员都要拉开到边线的附近。防守的时候以球为核心，迅速的向有球的方向压缩，左右前后之间的距离要控制在15米左右，第一条线和第二条线之间的距离要达到40米左右。根据球的移动，整体的队形来保持移动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攻防队形的演练。